今天上午10:26，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，东经177.6度。定着陆地点，地面上的人员呢，其实没有机会对他。着陆器正常着陆了，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实现了人类首次的。最终的结果呢也非常精准，而且着陆也非常平稳。现在着陆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着陆点，应该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，我们应该是正中靶心。